介观六卡乡为其偏乡，学校的资源普遍比较较欠缺。台北市介观东乡街各分会也陆续引进资源照顾家乡。三号六卡联谊会副会长侯金华，第二任会长黄惠武，甲多位干部伫六甲高中礼堂颁证国民中小学优质学生奖助学金。校长黄正凯颁证感谢状，蔡宜立委服务处主任卢文静以及六家乡各国民中小学的校长拢到现场来观礼。台北市介观东乡会长期以来关心偏乡教育，可以资源奖助偏乡学子，引进资源照顾到家乡。今仔日是六家联谊会副会长侯金华，第二任会长黄惠宜。等多名干部在六家国中礼堂来颁证国中小优质学生奖学金予在地学子，乡长黄振凯并感谢来颁证感谢状。当然吼，咱东乡会是若讲，敢若是小朋友即个奖助学金的部分啦，真侪咱的软硬体设施吼，像去年嘛有来赠送一批咱的运动器材，就是咱的羽毛球拍，来予遮爱好运动的同学，来捐赠予因，各方面吼，不管是食衣住行啦，咱东乡会吼，安尼有甲因拜托，有甲因麻烦，咱拢是。咱当然话拢是抱着义不容辞的心吼，来为咱弟兄来做服务。侯翠华表示，基于联谊会的乡亲对家乡的怀念，拢希望能贡献家己的力量。今仔日借由奖学金的发放，奖励各中小优秀学生，鼓励因好好学习。我们六角联谊会在台北市是直属于台北市嘉义同乡会底下的。一个六角联谊会而已，那我们成立才第三届，这一次是首次，第一次，第三届的第一次回到故乡来要发放奖助学金，那我们因为才第三届，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是针对国中国小，那离北乡亲其实都是真的事业有成，所以他很愿意乐意提供，比如说像几年前我们六家国中，我们那时候希望他一班选几个人，总共36个学生，然后6个老师陪同，我们带他们到台北，然后这36个学生里面只有一个到过台北，其他都没有。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城乡差距不要那么大，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六家国中的学生，我们带你到台北去逛逛走。台北市介观东乡会六卡联谊会是2020年成立，第二任会长黄惠宜就任以后，111学年度由乡亲募资奖助教育关怀学子，而第三任会长侯尊中也全力支持这个成绩，结合着有相同理念的会员共襄盛举，鼓励六卡乡学子努力学习。今仔日。来颁发六家乡各校的奖学金，另外也关注性看好安林家园以及华山基金会六家站，辅助六家乡为细汉到老拢能受到善的照顾。谢谢是蔡明堂，六家乡采访报道。用海水煮一碗用清意，用雨水泡一个人情意，用露水。加优先，你有加油无？你嘞？